期回到祖国怀抱和家人团聚，归属感满满，心情非常喜悦，内心非常激动。以往远望号船在大洋上相遇是很少见的事，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，海上成功任务的密度越来越高，现在每年每艘远望号船出海时间都在200天以上，使得两船在大洋上邂逅成为可能。去年3月，我们远望3号船与远望5号船曾在太平洋上擦肩而过，彼此完成使命交接。远望7号船历经5天时间，累计跟踪15个小时以上，获取卫星数据10余万帧，接收并转发数据注入近100条，圆满完成了卫星转移轨道第1、2、5次变轨道的卫星测控任务，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提供了关键测控支持。